边的时候，你到这边的时候转的不对，你要到这边才可以转。这次要再往这边转，才会往这边。对，你这一个，你右向前移动，它就走过去了。你在这里的时候应该转头才对，不要移动。哦，现在右转。还有一个向后移动。你喜欢右向后移动。陈冠和你的后援太多了，可是这样可以到达目的地吗？
哦，这个我知道，重复啊。啊，这是向前。在左边的话，那个不要拿掉，就那个要用。如果路在左边的话呢，就做什么事？就左转，对，路在左边就左转。德德，你弄你的啦，你这样就让他做吧。你看啊，我这样子画。看一下哈，为什么错？来，你再弄一下，重来一下。他人在哪？我不知道他人在哪。人在这里，然后你要先走一个方形嘛，对不对？走一个方形，你会吧？会啊。那你就先走一个方形。先走一个方形。这一段大概是这个的一半而已，对不对？所以不是走100个像素的，先走一个正方形之后，先走一个正方形之后，你要确定它的头的方向是对的。头的方向如果不对的话，就没有办法走了。它现在头的方向是这边，所以你走完之后，一个正方形，它又转90度，它又回到这边。那你要倒转180度，倒转180度才会走这边呢，对不对？
把这个拉下来，对，这样子的话，从路往前走，走完之后，哎，等一下哦，上面不能接，哦，那我知道了，那就要用两层的围圈，好吗？哎，再放一个进去，中间，放一个到中间，对，哎，啊，把这个拉进来，把这个木。右边就是啦，六十，停下来。
方的话就要左转，对，要左右边的，这个和这个不一样，一个左一个右。好啊，但是其他的时候就往前把这个拉进去。那个对啊，刚刚那个对，把这个拉在这上面，把这个拉在这上面，对，接这一个。决定方向再走往前，先决定方向再走。好，你试试看，你试试看，我也搞不清楚。还看不清楚。这个我知道，就放在前面。因为它是英文的。哦，你要不要改成中文啊？这个是往前，这个是往前，那是左转之后再继续往前吧，对不对？对，要把钱拿掉啊。对啊，还要把钱拿掉。哦，对了，对了，对了。然后，对啊，这样它都一直转啊，所以你应该把钱插在这里吧，是不是？钱插在左转之后的，不对啊，也不对啊，钱插在左转之后也不对啊。先看一下我的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对啊，你刚刚怎么过的？我也觉得怪怪的。
周转。但是这边不对啊，你它是如果前面有 has to ahead ahead 才是前面的。前面有路的话就往前，否则如果路在右边就往应该往右。对啊，你这个啦，一个是你两个都是左哎、欸，对呀、啊。
大概一半了。
已经过了啊。对，你要重复。然后呢，如果有一堆土，如果有一堆土就铲掉土，否则的话就向前走，对不对？看嘛，试试看嘛，这个不能点。
个问题耶，这不是这个问题，是在这里就没转。好像是这个拿错了。在这里就没转对，所以这里转120度是不对的。那你就把它移掉啊。啊，我知道了。
请不要过头来，登出先，这样才不会先登出。我可以再等我，等我，等我。不行，先登出来。为什么要登出啊？这样才为存档。登出，登出，按登出。好，那就好了，这样才会存档。也要登出。弟弟，你也登出了，登出了。你听我关上。